不凉是吧？ 你现在测试一天要测多少呀？700。能达到不？能达到。其实我之前好像测了。8小时就能达到700吗？其实测试也蛮快的，我看这如果顺的时候。那要看主线啊，主线好用的话测的就快，主线如果不好用的话，不好用换主线呗。 就是啊，不过你一天换多了也不行。换纸钱的人会说是吧？嗯。
还有最后一根是吧？都要跟吃完了，对吧？